Super Junior 成员银赫、东海、圭贤都在今年不与 SM 娱乐续个人经纪约，但三人团体约依旧会持续进行。继圭贤新公司日前公开募集他的个人官方粉丝名后，银赫、东海两人组成的小分队 DNE 近日也在募集粉丝名。银赫9号在 IG 上开直播与粉丝互动。DNE 팬들명그거이제공고다끝났죠뭐지엄청많이보내주셨더라고요조만간동해랑같이여러분이보내주신거보면서영지을건데그거를이제그래도유튜브로콘텐츠로찍어볼까합니다찍어서여러분께보여드릴게요많이보내주셔서감사합니다银赫似乎猜得到 SJ 老粉丝放不下原先充满意义的粉丝名，并在直播中安抚大家。뭐당연히엘프는당연히엘프인데뭐사정상뭐하나를정하긴해야된다고해서그냥정하는겁니다큰의미둘필요없어요엘프는엘프지그죠其实粉丝们也能理解，银赫、东海如今个人约已不在 SM 娱乐，为了往后的活动或是演唱会，势必需要拥有自己的粉丝俱乐部流通资讯。而银赫的一番话也安抚到许多粉丝。